盖住了。超简单的，给镜头，就是你平常，就是你平常样子。哈哈哈！头发最好，有办法到这里啊？宋仲基耶，你不是被人家说像宋仲基？没有没有，真的假的？因为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需要技巧，应该可以。有发夹这个东西耶？哪需要发夹？你看我帮我做一个叉叉的造型，是像这样吗？好像没感觉，要好痛哦。上面就是还有像那个就是唐老鸭的屁股的这个感觉，对，因为我基本上呢我也没有在看韩剧，不过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。身为一个帅气的男人，他的发型就是要吹死，好丑，你现在有使劲了，好丑。我觉得我本来发型跟那个应该已经有八成像了，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做太多事情。好，好，好。最近对你不太，是不是你有什么不满？其实可以讲出来。你可以帮我转。好像有哎，好像可以哎，好像可以哎，有。有吗？有，不像，有，很有，真的有。好像还是什么？那行不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应该是全部里面做最好的吧。没错啊，有啦，我觉得 OK 好不好？有像吗？很像猪头。我的刀呢？发型这种东西不要太去在意，假的。好像有一点呢，有啊，对哦，你笑一下，你快点，你比这个灿笑，快点灿笑，你不要尴尬，好，一二三，我觉得我用还行啊，有啦，有像吧，哪里像啊？有。